Und halt!你帮我最后救条街，啊！番茄嘅死唔关我事噶，我系俾人屈噶。我知啊，我呢啲讲嘅瓜仔，我讲咩都冇人信噶嘛。我问得你一次，番茄系咪你杀嘅？我冇杀过。OK， 我信你，我信你，我信你个头啊！有事慢慢讲，立翻嚟先。我知啊。 你不嬲唔中意我噶嘛？我唔听你屙打，我唔服从你，我老烤尖就系咁噶啦，老豆都估落唔到啊！如果你真系冇杀人，你更加要跟我翻差馆解释清楚，证明你识法。立翻嚟先，我坐喺呢度傻啊！ 放低支枪！你放低我啊！我叫你放低支枪，你做咩啊？拒捕啊！袭警啊！抢枪啊！放低支枪！你开枪啊！你够胆你开枪？你开枪，你成世翻唔到转头！ 喺嗰边啊！喺嗰边啊！你快啲追佢啊！
唔緊張啦，我喐。放手。你阿 Madam 冇事啊嘛？冇事。好啊，你哋拉错人啦！花姐唔系我杀噶，你留翻卢海光嘅时候先讲啦。星啊，喺佐敦捉到个通缉犯卢孝尖，俾我打个电话都得啩？除咗打俾律师，你打俾边个都唔得。即系点啊？而家坐低啊！坐低，数翻落谋杀啦！我冇杀人啊！我哋而家已经有晒片见到你打人，就算入唔到你谋杀，都肯定可以入嚟严重伤人，坐底都要坐四五年。我劝你都系合作啲，如果唔系嘅话，蚀底嗰个系你。阿姨，贤哥，点啊？贤哥，你救下阿尖啊！等先，你冷静啲先。发生咩事？阿尖被警察拉咗啊！我都叫咗佢，唔会走嚟走去噶啦，系咪？阿尖同我讲佢冇杀番茄噶，系为咗我先咁做噶。我唔想佢为咗我而坐一世监啊！贤哥，你谂下办法啦。呢度得你可以救到佢噶咋？英国嘅朋友，你哋好 ！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而家无论系透过网站或者系 TVB Anywhere Plus 嘅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系我哋用户嘅朋友，就快啲 scan 呢一个 QR code，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各位 APM 嘅观众，我是有份演出反黑英雄的傅佳妮，啲精华片段是不是好正呢？快啲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欢乐 APM channel 啦，收看更多 TVB 内容。